我们清华大学当年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北京的三山五园，这个地方告诉大家了，我们这一片啊，把我们清华大学一片，上课下课的时候，当时有同学问，为什么我们清华大学的建筑的高楼不是很高，为什么不能高？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决定我们清华大学不能够建高层啊，各位。这个地方原来是皇家园林，三山五园是皇帝的四世思所呀。清华原来就是一个园，是三山五园当中的一个园，就是西清园和清华园。大家看原来的这个平面图啊，1717、18世纪70年代的，是吧？这完全是一片皇家园林。好，我们看看，那么到了这个还没有变为清华学堂之前啊，大家看看，当时的清华园叫五爷园，旁边是四爷园，是吧？大家看看。在旁边就是颐和园啊，大家看圆明园这大一片子，所以我们清华大学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什么呀？啊，一个写照啊，一个写照。这是我们看到18世纪70年代，好，北京三山五园的整体规划宏观设计吧，大家看看，啊，我讲到宏观设计，这么大一个园，这么大一片呐、啊，各位，那么怎么把它连接起来呢？大家想想，就是通过玉泉山和颐和园的东西向的主线，啊，这个。东西向的和圆明园、长春园、颐和园等等这些三山五园的这个建筑的本身又是南北向的，这个金枝尾枝把整个的三山五园变成了一个整体，各位，所以这一片就是我们所说的啊皇家园林，是吧？中国古代的园林有很多，私家园林、皇家园林，还有风景园林，啊，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一片，不光是颐和园，各位。包括圆明园这一片，全部都是我们当年皇家园林所在的位置，是吧？太漂亮，大家看。